输了吗？赌输了会吵架、啊？谁赌输？我、啊。你是说是毒品差的意思吗？以前就牌品就差，就玩那个象棋、暗棋啊。就是一粒。你说你们家人在互相玩下棋的时候，下输了会输到吵架，会输到吵架啊？是真的翻脸吗？就是啊，不要玩，不要玩啊，就是。不要玩棋，牌品也太差了吧？是小时候啊，现在当然很好。现在不吵了吗？没有，现在不会吵啊。而且我现在反我也很开心的输给妈妈。妈妈，所以她现在是完全只有让你开心，都没有让你生气或者是操心了。嗯，没有，都让我开心这样子。就她一定是可以逗你笑就对了。会啊，有时候，你打电话说要吃饭呗，我哦，我来面跳完步调，我叫去吃物件，啊吃好啊，她又会的，吃好啊呗，我就会，今晚要啉咖啡。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小朋友这样子，所以他就很放心说啊，好要吃哦，啊也会爱家哦，超贴心的，生到这种儿子真的很幸运耶。你看看你啊，怎么会转到这里来？陈汉典模仿罗志祥新舞步，遭西地康永大吐槽了。我想练了一个舞步，听说是平均在一秒钟会有6.4个舞蹈。我听说陈汉典现在已经有在学了，你有在学了？他那天有试图想要秀给我看，因为我还有6.4步哦。好烂哦。你看看你啊，怎么会转到这里来？不是，那个你拿，你拿人家牌子不要挡到人家专辑的名字。《乔丹正传》这一次罗志祥练了一个舞步，听说是平均在一秒钟会有6.4个舞蹈动作。我听说陈汉典现在已经有在学的意思了，是不是？一秒钟6.4个动作，你先跳一下，我大概知道那个。你有在学了？他那天有试图想要秀给我看。好烂，乱七八糟，大概6秒1步吧，这么少步？对啊，就看得好清楚，而且根本就像乱跳的啊，也不快啊，吗？你那谁不会跳啊？真的吗？比较不一样的、啊，你那个他妈的跳得比你还快，你刚刚那个，对，我以为是那个。拍摄的时候是有比较露吗？露是在拍照的时候比较露，以前比较不露的原因是，他以前很肉哎。他以前手臂跟胸膛都是肉哎，都一点都不紧。对啊。可是我看你这次照片好像有一些形状，是不是？我那个报纸有登出来。那个没有用电脑特效哦。也没有叫旷胜弄哦。那是平真功夫，有打阴影。没有。所以现在 CD 如果碰一下手背是硬的咯。没有。其实呢，健身教练会说，硬的反而会容易受伤，因为你在跳舞嘛，你所以你不能太硬。刘畊宏就可能比较容易受伤一点，太硬了，他太容易受伤，对不对？一般都是一定要软一点，你的伸展才会有那个，什么？所以你的露的尺度到你现在是到哪里？就最多只有到这了。所以你现在如果开那边，我看到会是有线条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可以会有，就会你就觉得好像有笔可以夹住的感觉。你夹那个笔。就但我不是女生啊，我是一个你夹啊，你夹啊，你夹得住啦、啊、我只是说一个比喻而已。你夹我的手掌看我会不会痛啊？不，当然不会痛啊。你夹哎呦，有哎、欸、他现在有夹到的吗？有啊。你干嘛？你要干嘛啊？干嘛啊？表情是一边笑呢，我超满足的感觉。妈妈占有欲好强。妈妈没有摸过吗？妈妈，我们一人一边揉，看看是你。不是妈妈很奇怪，加油加油，妈妈也。不感情的揉。我接受。你伸进去吗？两个妈妈在。怪，怪。哎，你现在有意识到？很多女生把你当成梦中情人这件事吗？真的假的？有啊，你在哪听到的？就是我会问身边的、啊，或者是一些我表妹的同学、啊。你身边人不就是那些表妹、那个姐妹吗？你现在想要听是谁讲的，是不是？我蛮想知道是谁啊，我就可以太开心啊。很多都是说你现在是最帅的。
艺人哦，包括像我一样啦，叔公啦，二舅啊，你就摸完。摸完人家有罪恶感，乱糊弄人家，而且只要被二舅喜欢。听说他的那个营养师规定，他说现在什么四点以后就不可以碰水果跟蛋了，但因为这样才能够在50岁之后依然保持青春不老。所以你要过那种刘文正的生活吗？四点之后已经不碰水果跟蛋了。他们就告诉我说你啊，他问我说你现在满意现在的现状吗？我说我还蛮满意的啊，因为我没有什么皱纹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说我这样应该不错。那他说你只要四点之后不要吃蛋跟水果的话，你可以到50岁还可以这样子。可是你会不会就变成那种很怕老的明星？但没，你姐姐应该可以教她注射很多东西啊，因为她之前有注射肉毒杆菌，就有大失败啊。对，整个不是没办法睡觉吗？没办法睡觉，为什么？就是以前那个算命师说我有眉压眼带胸，但其实我忘记那一刻我是有原住民的血统嘛，原住民血统可能轮廓就会比较深，眉毛浓啊，眉毛浓，因为离眼睛比较近，哦，眉毛压到眼睛。对，然后我就不知道，然后我就问那个我干妈陈美凤，美凤姐。我说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方法，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肉毒杆菌，我只知道肉骨茶面而已。所以美凤姐要教你把眉毛撑开，她就叫我去打肉毒杆菌，然后我就去打了，然后也花了几千块6000块，然后打了好几针，打这边真的好痛，我一直哭，然后结果呢，他医生就说你晚上睡觉那个药效可能就开始起来了，然后我就开始觉得一直奇怪，还没有感觉啊，然后怎么样，哎，睡起来奇怪，怎么眼睛一直闭不下来。一直不是，啊，一直帮我这样子讲，我一直就一直这样，就一直很乱，然后到早上我就一直这样，放弃了，我就算了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打完之后啊，他其中有只眼睛就是永久闭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打那个肌肉就无力了，所以他永远就是这只是闭着的。三四个月，对，后来消了之后才渐渐是有。我有一个朋友打了之后，他秘书那天看很害怕，说为什么这老板一直生我的气，整天都是。我一个服装师，他本来脸型是方的啊，然后他打肉毒杆菌打完之后就消了嘛。那我们去泰国要去工作拍广告。然后呢，不是要检查护照吗？然后他看那个照片，看了很久。怎么他联络不像啊？然后他回到台北，然后还叫他换那个照片。然后他们还来再一次确认说，你为什么要换照片？你是他本人吗？那为什么你脸型会变这么多？对。然后因为他又剪了头发，又换这边整个就消下去了。他直接跟他讲，我打肉毒杆菌了。啊，早说嘛，什么的。所以你是想要变成刘德华这样，就是到50岁还是要那么帅？我想刘德华是很帅，包伟明大哥。对他怎么都没有变，大家都没有提过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看电视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就是30年后，他还会上《康熙来》，然后表演劈腿，对，然后跳刚刚那个5、60，还是想当年呢，我那脚好怪哟，怎样怎样，好心酸的画面。好了，到时候我们还是会拭目以待你的那个青春不老，期待期待。阿姨谢谢喽，阿姨以后多来玩，好美，现在真的。好，祝你的这个朝南电站成功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明星可怕礼物，康熙惊悚登场。他许愿会有好运，敲了3下之后，我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怪不得林立文情感生活一直不顺。对啊，这是东西啊！你把这个放回家之后，你的性能力会变差。明晚10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康熙来了。